世界很大，你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到谁。像我们就很幸运啊，能在转角遇到女神。是，看到这里就知道今天的主角就是爵士女神9M88。今年发行首张创作专辑的她，凭着超高人气，每场歌唱门票一开卖就秒杀。七日出席华山啤酒活动，你可看民众就算撑着伞，也要来一睹女神的风采哟。表演结束后，爸爸在粉粉们的目送下，和友人直奔公馆某间大楼。再度现身时，身上原本的白上衣也换成荧光绿。表情超丰富的她，感觉当天的心情跟她本人一样美丽。吃饱后，戴起口罩的爸爸和朋友结账离开餐厅。不是啊，用餐只花了半小时左右，这么赶着离开是要急着去哪里呀？哎，怎么是华山呢？是说9M88下午才在台上表演，晚上就开启迷妹模式，现身来自洛杉矶的萨克斯风演奏家的音乐会。人缘好的他沉浸上前和朋友聊天打招呼，最后一起进入 Legacy 娱乐动新闻。再让我们看一次女神可爱的侧脸报道。哗啦啦啦，丝丝捉紧。你干嘛？女生级会员不会停止手了。敲敲键盘，登入升级一会员，